我们自己自己入境是吗？自己入境是入境。好，今天去又来到熟悉的主场了，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这个比赛不看不行了。看到人山人海没有？这是彰化梦想家主场。那我就边走边那个了哈，带大家来看一下。谁说台湾篮球环境是没人支持的？带大家看一下，这些都在排队等食物了哈。食物食物，哎，今天大家都买好票了，对不对？好，这边是开放饮食 ，Don't worry，OK、okay?。哎，明哥给你拍张照啊，来来来。这是彰化我们梦想家组长，就 feel 个无同，我怕你，立中哥，一直想回来看看，总算可以回来，终于开始热身啊，热身，场子要先热起来，这个场子算是梦想家把它弄起来，周边没有周边规划，大台中地区就靠立中哥，好不好？哎、欸，我们很多台上朋友也今天也都到位了。对对对，等一下到位了，五啊，五，算是梦想家的应援团的 reunion 啊，同乐会，大家哎、欸、憋很久了，都没回主场看一看，哎、欸，给各位看一下，现场人山人海，好不好？ Yeah. 好，主场就是要这样经营。来，哎、欸，这一条排的蛮长的。你们在排什么？春阳茶。哦，春阳茶。你排到了吗？对。哎、欸，这里看一下、哦，看一下。总动员哦。来，好，谢谢。这边春阳也有摊位啊，哈、哦。不要再排了。这就是梦想家主场。哦，今天生意很好哦。哎、欸，辛苦。先生你好，我有没有红豆？今天有红豆吗？红豆公司不卖了。哦，对对对，请命成功。哇，哎、欸，你知道的。要喝个蜜乌龙或柳橙青新品。好啊好啊。要柳橙青吗？好啊。我们一杯够吗？我来看看是什么。哎、欸，这个。跟那个。哦。新品嘛，对，好，你帮我插入，我来插入仪式开始。哦，外面很热闹。好，哎、欸，辛苦了，来个新品。好，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梦想家的主场，今天呢。办的就是经典传说赛，两点你可以看 Eleven Sport 或 Line 直播。今天志杰、田磊、小鼎、阿敏、世念都会打。等一下，照很近这样。谢谢，好。好，因为球迷很多啊，所以我们的应援铁粉都来，嘿，哦，三基部老板 ，Hello， 部长，部长，我们的三基部的东西呢，在里面，哦，那里面是不是已经发完了？发完了，对，销售一空，对，哎，修蛋，哎，帮你儿子，哎呦，人肉快递，感谢。不好意思，欢迎大家赶快来看，今天比较忙一点点。真的好，我先处理。你那边是六张还八张？刚刚八，我到了。刚刚帮宪哥带，我先拿八张给你。那我看从台北赶下来，可以快点。你们谁？主场就是这样。帅哥。哎。哦，广元良，谢谢。刚刚他们去参观工厂哦，对，是，好，看一下，
Be Heroes。舅舅嘞，我们看一下。态度啊、哦，这就是铁粉了。台湾篮球其实就是用对方法，你把各方面元素备齐了，自然而然球迷会进场。这次也是 Jordan， 还拍照吗 ？Jordan 这边有办活动吗？对，有拍照的活动，可以在这边拍照。非常好，主宰全场。对，你好，你看这边。有这个背板可以让你看一下，等一下。好，我带大家去现场看一下，这个是难得的一个盛世。拍照，非常，因为大家都要帮我拍照，可是我现在要做导览的工作，抱歉啊。等一下，周边商品。等一下，我先导览一下了哈。我在导览中。这边拍照吗？啊，边走边拍了啊！我在服务大家。哦，现场热闹。台湾篮球需要大家的多支持。看一下这边哈。这是我们彰化梦想家主场，今天的赛事是传承经典赛。嗨，嗨嗨，谢谢你啊，你好你好，宝岛梦想家篮球队办公室。辛苦，我需要穿上 Be Hero 吗？你什么 size？ 这件 XL。我想要穿小一点。你应该要 XL 吧？有黑的吗？有有有。你要什么 ？L 或 XL？L 好了。你这样子太伤人了吧？没有啊，你拿一件黑的。我们 style 紧一点可以吗？你确定吗？你要不要穿呢？你要什么的？不行，他 L 的 L， 你呢？我 L 好了，两件黑色 L 的 L。你这什么疑问句？可以吗？可以，哇，好热、啊！一方水果茶老板，你了吗？还没。哦，把子好，你们那一区的，我帮你热热。你看看一方那个中间那个第二块，准备好了。太好了。我们的办公室应该是上锁了，好。办公室。这个球 Jordan， 等一下，给他偷干一颗会不会被发现 ？Jordan 的球蛮酷的，到时候可以帮我留几颗吗 ？Jordan， 我问一下。被拒绝？不会啦，我自己买就可以了。OK 的，小事哈。这边还有很多球，这个梦想家办公室可以吗？一方柯董对篮球也是推广不遗余力，谢谢哦。谢谢啦。我们梦想家，你有看到一方常有赞助支持，多谢多谢，多谢多谢。丰原沈玉林的，木马的。没有黑色的，没有没有，好，就白色，好，现换了哈。对，你们没有看过我们主场办公室吧？乱到不能说它整齐，但就堆货，而且外面就球迷很多。那这种球迷呢，你看到人潮，你自己在辛苦，或者做这样经典赛事呢，什么事情都值得了。是吧？里面还没发完，有留我们的吗？
哦哦，好啊，他先偷吃。说好的一起呢？算了，他们都算好，应该是没算我们的。你，宪哥今天忙哦，哎、欸，那我就穿喽。对，哎、欸，不是他穿，我不是说他可以，黑色 M 号没了，白色也可以了。黑色是 L 跟 S， 他们两个就是要 L 啊。没有没有没有，哎、欸，你帮他拿那个。黑色为什么要黑色呢？黑的，那因为黑色显瘦。他说黑的 L 还有啊，刚刚他借的东西。没关系，白的也可以啊。确定好了，好，就 OK 吗 ？OK 啊、OK ，白的可以啊。因为黑色都显瘦，对，哎，已经在胖了。那你要 XL？ 我不用。没有，那没有 M 的吗？可以 L 试试看，好吧？好不好吃？你在吃什么？番茄。如果没有就三鸡布吗？哇，三鸡布看起来蛮好吃，可是上面却写着摄影的，不要动。那还有啊？还有吗？哦、还有啊？哦有啊嘿，少说嘛。那还在鸡肉、哦、，chicken， 这个好。你吃了吗？我问你们吃，我先。你现在很忙。对，好多球员都来了吧？球员都来了。刚还去看那个广元良的工厂。几个球员，人家直接就上了，好吗？好，哎、欸，就去穿穿看，可以哦、啊，感受一下。哎、欸、，L 这么大，这平常在哪边有在卖？啊？这平常哪边有在卖？那个虾皮啊 ，Live A 的官网都有，对啊。张总，顺便介绍一下球鞋，开箱文。我们梦想家配备其实。不能说什么，但这种都算基本款。哎、欸，会太基本吗？太基本了。Sorry， 先不基本款。啊，不，我们这种股东配备就比较亲民了。还亲民，暴动了，暴动了。哎、欸，这种我们这基本款，对不对？通常这种鞋我是都。对啊，比较都很想要，但是我没有，他都当慢跑鞋在穿。他穿这早上，他有早上会走大概10000步的习惯，就穿这双。哎，也不能说多奢侈了，但就他看得比较淡。这双可以了哈啊？怎么了？没，我们有一些同事也觉得习惯，哎、欸，是不是仿的、啊？勾勾怎么倒的啊？我也不知道跟同事怎么解释，不习服啊，还跟我讲说勾勾怎么倒怎么穿啊，哇就是拍对了齁。哦，另外一双我觉得应该有感的了齁。来，这一双你们应该更想要了，这边换就好了。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梦想家配色 ，Kyrie Irving 梦想家 ，D， 然后里面写 Dreamers， 想要的加一吗？想要吗？想要的加一吗？想要请留，想要点点点。想要加一，这双可以吗？可以，梦想家，应该帮你弄一双，你脚几号？我有了，你有了吗？我拿到那一双倒勾勾的，比较不值钱那一双。哦，这激怒，激怒所有人。没有，对我们看这都看很淡。对，对不对？平常心，平常心，平常心。哎呢，好，这个梦想家专属的，想要点点点哦，一堆人现在上来留言，想要点点点。给你看一下，可以越线，可以真的可以越换。看您等一下表现哈。狂吼一波的话可以 ，Dreamers， 这双你的 size 吗？喜欢哦。然后另外一边就是零号，可以哦。好，哎、欸，看一下这个，这个是侠兽对决 ，Be Hero。
硬要女力对决，啊、昨天了，昨天很成功。明年来个妖兽对决，妖修，这什么 idea？ 好了，那还没有看到那个，哎、欸，球员在休息室了，他们有些在楼下，已经在热身了吗？好，哎、欸，你帮我手持一下，你帮我去拍另外一边啦啦队。干嘛拍啦啦队？有要脱了，我要换一下那个。可以。哎呦，最近有饮食有稍微注意。他发现你叫我不要一直偷一些这种有的没的，因为他没有共鸣讲，但他其实想讲的说，你是我的，你为什么要让人家分享？不要脸所以我们去力宏演唱会不是有那个被 Q 那个亲吗？你有看到吗？有你在包厢了，对，然后那个范杰就这样跟大家是一样，不要就是要的那种性格，半推半就man 一点，就是好好，可以，L 的可以哦，可以，刚好，很好，可以吗 ？L， 谢谢，再加三级布，这是什么？三级布，这个在台中，哎、欸，那是什么 学校？一中街那边，一中街那边，每次我们到台中都一定要先吃这个。哎、欸，我没有筷子。我跟大家推荐一下，就是花雕鸡鸡块原味面，这个好吃。你有吃过吗？我每次来都要吃一下这个，然后也喝一杯一方。哎、欸，哦，要。你一方现在几家？一方现在1000多。老板，1000多家。看一下，1000多家的老板在这，1000多吗？没有，全世界1000家，负责拍摄的。哇，哎、欸，感动哦，谢谢。这个好，对，这是套餐，好吃。哎、欸，我必须把它完成吃完这一口，3秒吃完吗？好，我想要翻个，要干嘛？抽到请说，翻个。什么感觉？发表视频，教育黑人，就看手法就知道了。那个，对，他那个可以借我。因为我没有板子啊，你自己有板子。好，可以箱。我到。蓝色是吗？没有，我们有这个。那个放的有点久，但是好吃。哎呦，绝配。所以一中商圈嘛，对，那什么技术学院？对，哎、欸，科大，台中科大吧，台中技术学院。好，反正上网查一下。对，好，来，走下后这边讲吧。我还有，你要还是鲜乳吧？牛，鲜乳版的牛。哦、那我们衣服自己带着、哦、你要去哪里？要不要下去看看？走，带大家去球场看一看。球员已经准备好了，这是我们梦想家的主场，彰化。在这个主场，你可以享受到所有美食，所有的娱乐。哎、欸，你在这边掉了，哎、欸。所以中部地区篮球现在已经都在彰化集结了，那这是来自中部的力量，对不对？集结，复仇者联盟，很感动哦。对，
嘿嘿，开始喽，来哦，哦，看一下现场，会不会太小了？可以好，可以。好，观众朋友们，再过两分钟呢，我们外面稍微摊位这边呢有三个球员，谁在这里？观众朋友们一起同乐。球员陈志烈、曾文鼎、刘真，哦，在1:30。这一次中华白从俄罗斯回来以后的第一次亮相，或许有机会跟观众朋友们一起合影哦。还有大家最喜欢的杏仁男，啊，没有。我在做直播，哎、欸，做直播，哎、欸，啊，这个不就是信安哥哥？今天有准备一下吗？我准备了很久，但是都是在做体能。我想说，至少跑得起来算吗？不能开玩笑，不能开玩笑。这个中华白最近状态好像不错，真的吗？欸、体能他们尽量努力，尽量。拐子不要太明显了、欸、我不打拐子，但是不小心经过你旁边、啊、是不小心会有感觉就对了，哎、啊欸、加油，别、啊、这些会跑的、欸、退休六年了，好不好？对对对，我是担心了、啊、就是身体状态哦，因为我个人会怕、啊、你可以，你现在保持得这么好，我觉得明年你应该也可以，我不行，因为你忘记小月连慈善赛都美股都被我弄开股，跟哎内疚啊内疚，来看看，看看我后面这是谁？哎，你们最爱的禁区悍将龙猫，嗨大家好，今天队友有谁啊 ？Q 啊，杰哥啊，信安哥啊。哇，你们这一队，我赢了嘛？这一队感觉身体强度不错，对，年纪也比较大一点。哦，那你算里面比较，我算小的。哦，还有，还有这小的。哎、欸，恭喜哦！俄罗斯打得不错、哦。明日之星，孙祥军，你来看他最绝叫。哦，你看，你干嘛？你自己还要帮忙冲？对啊。我最欣赏的小老弟。Everything about the detail， 对不对？就是他还是做一些学弟正在做的事，可是他已经是准接班了。我们就在现在呢，外面我们比拼做事，他会是哦，真的比。怎么样？哎、欸，俄罗斯回来以后，好玩了、啊，好玩吗？那么今天呢？你想做第一个还是做一张的？我都可以啊。看你自己的。好。我就有空就做了。哎、欸，小心！哎哎哎。就这两个。好。豆腐鼻主义，谢谢。好好。展业国际，中伟仔。哎呦，这不是准备去员工旅游的人，巴拉旺吗？几经波折，对对，好好去放松一下，差一点，没差一点，我们要去夏威夷了，应该是这样讲。哎，巴拉旺还在，哎呦，哎，春阳，王总，嗯，怎么样？今天。气氛 OK 哦，气氛好，灯光佳，今天球赛应该很好看，不错。哎、欸、，Q 今天他爆发性的，对对对，想要证明些什么？待会可以看 Eleven Snow、欸。哦，对对对，小弟是球品，好好说哈，尽量不要开黄腔。好，好。哎、欸，新台湾人 Q， 哎、欸、哇。这不是刚有喜事的吗？永生霸，谢谢，刚刚呢？然后，哎，这个越来越做得越来越好，今年已经第三年了，从这个传承啊，然后到现在的经典对决，真的做得很棒。期待今天永生的一些表现、哦。谢谢，可是他还是会紧张了、
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参加到哥哥的婚礼，我只能这么说。但是他还是衷心的祝福他们，对对对，因为是国家队的比赛嘛，所以他们还是在俄罗斯比赛，还是以这个篮球还是比较重要，家人永远是支持的，没问题。我想了，永胜的爸爸，我的 Jerry 哥来了，我吃了吗？吃了。哎，你今天有什么期待的吗？什么对决？你的 match up 是那个小鼎可能脚踝有点不舒服的，所以顶签可能没办法在前面背扣他。我操！对，不要假他，最好是顶哥硬上。小鼎先会打吗？首先你要挑人看教练，去年有暴扣。敏哥来了，今天 Hello 有什么对决上面的期待吗？你个人呢、啊？个人没有，就是把最好的表现呈现出来。个人的话，还是会带一些心结了。我的小老弟部分应该要处理，先处理平。你是白队的，那就看这家喽。这是长辈，安哥不行啊，安哥会打人。对，他讲哦，等一下对到的时候要这样。我知道，我是最有礼貌的学弟，先讲好，对，先讲好，我是最有礼貌的。对，有礼貌是以为是，但没人性。好嘞，等一下。平安哦哈！球迷朋友们呢，好，这是我，这是潘娜，哎，这不是我妹妹吗？对，是妹妹，是妹妹，对，就是阿妹。她，我从打球的时候认识到现在。没有，你小朋友飞国队的时候认识到现在，算见证我了，长大的。拍照，好，拍照，拍照。在海中关，我会拍太近，不会不会，他是叶童，也是澳美做篮球的。哦，澳美，你们有没有期待今天哪一个对决？我今天最想，其实我今天觉得林庭谦应该蛮有看头的，他最近状态很好。对，而且我觉得，其实我本来想要说是陈盈俊，可是我觉得陈盈俊会让贤，然后让给林庭谦，然后可是我觉得胡龙茂会非常想要表现。他说对，龙茂要注意的就是哪一个部分？就是不要太爱表现啊，不会，稳扎稳打。玩命，我跟你讲，他连三对三都在玩命。好。这不是引爆的同仁吗？怎么样？今天有没有上你的直播会？会紧张是不是？当然了啊！我们怎么查？因为我现在在做试调，你们比较期待哪一个对决？个人的，平谦是一个吗？平谦，平谦对，哎，世杰是同一队的吗？世杰不同队，不同队，不同队吗？世杰一句呢？世杰对一句。哎、欸，这个可以啊。我觉得今天的对决很多戏码可以看。对啊。引爆的选手有几个在里面？很多。引爆真的做得不错的地方，就是一直帮他们技术上面的提升。有七个吗？七个。好，等一下用这一场来验收，好不好？没问题。这七个里面没有打不好解约，也不要解约，毕竟人家有妹，感觉也是要靠他们吃饭，没什么立场，确实，但就会严重的警告，严重警告，都要加强，暑假不准放假，好不好？全部包含训练，对，所以引爆的球员特别注意，你们可以上引爆官网看一下有哪些球员，好不好？都是年轻有为，但技术面就用这一场来定。我会给你们一些意见，谁最好不要放下，好不好？苦练，好。哦，哎，这个可以吧？这个对决，你们应该会蛮想看的吧？等会两点 Eleven Sports， 两点 Eleven Sports，
哎，磊哥，这是你的主场了。对，你的主场。你的，你的，你的。你要去哪里？我要上厕所。好，好，等一下加油。磊哥，这边算是他的主场。看一下这现场的状况啊。这边好像 A 队夸张哦，这个组合 size 都是 OK 的，看到谁在热身了吗？秀传音乐代表，三机部部长，梦想家股东，他的身份很多重，他今天是球探，球探，球探，哎，看一下球探，计算机，哎，有一些，一直在，那个预算要控制，好不好？对，反正我们再怎么天马行空，还是要过中哥，好不好？常常都卡着中哥，哎。看这边了，白队也是要关心一下。好，这不是新疆队的大将吗？哦，以翔今天好久不见了，好久没有在台湾出赛。他在新疆冠军赛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这一组相对是年轻喽，年轻好手集中在这一组。Coach Parker， 灵魂人物 Coach Parker。Good job, Coach. I saw every game. Russia tournament. Russia tournament is good. Yes. The young guys play well. The young players play very well. Very proud of them. What's People next? People don't understand that.The competition there was really pretty good. Yeah, they're tall and fast. Yeah, they're tall and fast, and everybody can shoot. Yeah, everybody can shoot, so it was a great accomplishment for us to go there and finish the way we did and win the games that we did. Yeah. To be third place and have a medal, that's incredible. Yeah. I thought very incredible. Our defense, rotation pretty good. Yes, defense was good. Our transition offense was good.Most games, we shot it very well from the three, which I think is always important for us to be successful. So, Thank you. Other than one game let down, I thought we played outstanding basketball. Yeah, especially Jones Cup. Everybody holding him, Jones Cup. Yes. A young player. Yes, young player. Yes, they should do well. Thanks, I hate that I have to now go with the blue team and...Leave my little young guys alone, but I'll still be there. So, don't talk to you, coach your blue team? Yes. But I'm going to try to do as many practices, and I'll still do the practice plans for them. Thanks. Tell them what to do. Okay. Thank you. We'll talk about later. Okay. 刚刚有讲到我们非常谢谢他，然后他在琼斯杯会率领蓝队，那白队呢会交给一些年轻的教练去担任，啊，也有一个机会呢，可以在现场执行上面得到更多临场的发挥。那么他在俄罗斯这一次的大学邀请赛呢，把年轻选手就是中华白这一批呢带领得非常好，包含防守的 rotation， 然后进攻换防守，防守进攻之间的转换，快攻就是 transition 做的也是非常我觉得到位，当然还有进步的空间。那他也会在未来从白队高级的不错的选手有可能提早进入蓝队，也就是上大队，期待吧。琼斯杯需要大家支持，那等会儿呢你们也可以看11 score 看这场比赛的转播，等一下看11 sports， 现在需要大家的帮忙，因为
有十八万户看不到，是十八万吗？二十三万 ，Oh my god！ Oh my god！ 下我们的 APP， 新版的 APP， 所以上 APP 现在立刻下载，立刻就大家可以看。Right now， right now， 你秀出来哪一个 APP？ 你的手机是哪一个？有二十三万户竟然看不到 Eleven Sports， 这怎么办？赶快打电话到有线电视啊！争取你的公平正义，公平正义。赶快打电话，我们很可怜的。情绪性的字眼去打，还要情绪性，哇，那个，哎，教大家怎么下载。现在下载免费试看一个月，好不好 ？Right now， 这个，现在免，有这个。那您可以立刻就，等下就可以看。方便，很方便收看。很方便，对，按进去立刻就可以看。像现在有那个乒乓球啊，然后等一下。画质怎么？画质 HD 啊 ，HD。HD， 现在赶快下载 Eleven Sports。等会两点正式开球吗？1:45进现场。开播时间一点四十五，你就可以听到他们两个在拉迪赛。一开始是你，哦，一开始是你，对，好，没有拉迪赛。不要，千万不要，我希望你们不要开黄腔，好不好？好，我们专业的体育频道，应该没了，好。20秒，不要耽误他们，我麦克风还给他们。Right now， 下载 Eleven Sport APP， 好不好？谢谢我们不能让这种事发生。谢谢所有的体育迷能够看的比赛已经不多了。我们都是花大钱买转播来播给大家看，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去争取。真的看不到，不只是我们自己要反应，你们也要反应啊。对啊，就你们要告诉大家说，你真的很想看。想要点点点，想要看，想要看，想要后面加情绪性字眼，要加一些情绪性字眼，要加。看你们个人。哦，我来看一下他们跑男好了。好，请观众朋友们有购买我们套票 T 的球迷朋友们，要找时间去兑换 T 恤。观众朋友们，有购买我们的套票 T 的球迷朋友们，赶快去找时间去兑换 T 恤，谢谢。灌篮了，灌篮了，磊哥灌一个，大家不相信，你现在可以灌篮。今天等下灌一个啊！好帅哦！好，磊哥可以下来，有点僵硬了。飞一个，哎呦，哦，这个可以，可以。
灌一个，灌一个，灌一个，灌一个。哎，灌一个，灌一个，我帮你记录一下。飞一个，飞一个，飞一个。哇，竟然现在还是 OK 的。哎。飞一个，飞一个，帮你记录。来，吹了，哦。热开来，哎，杰哥，吹一个，狂一波了，哎，观众带一下了，我操，哎，冲啊，志杰在冲啊，哎，哇，带一个，吹一下，哎，真的厉害，哎呦。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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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哎，杰哥再来一次，不要卡框了。再来一个，红帽。另外一队的教练就是我们富邦勇士的总教练冠军教练，这个比赛怎么样？已经参加过第三年对啊，那 每年不一样的故事啊，越办越好。那今年新旧参半，你有没有自己期待什么样的一个对决？大家不是故事都在侠州对决，他们俩刚好不同队啊。那比较新的跟老的跟新的哪一个你觉得哎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哦，我觉得谭杰龙对抗 Quincy Davis 应该蛮好看的。杰龙算打得不错，打得不错，没想到他有这样的灵活性。的确，所以我觉得他是中华队以后一定要栽培的一个球员。对，就是每年都应该要把他放在大名单。一定要啊！那以前中文女巫大有多早就进中华队？哦，对，其实应该要规划一下。那陈英俊，英俊当然是现在我觉得中华队第一把控球、第一把交椅吧，在后卫的部分。越打越好，因为成熟度越来越高。好，那准备要去巴拉望了。可以邀请你一起去。哇，哎，本来我们要去夏威夷的，几经波折就是巴拉望了。对，几经波折。好，那我等一下坐在那边帮你加油了，好不好？到。来哦，嘿，我现在找我的位置坐，一方系列。好，就带大家导览。关键是现在时间1:50。现在可以拍照吗？好，1:50。那等会呢，赶快看 Eleven Sports。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看的话，现在下载 APP Eleven Sports APP。那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去系统业者跟他们反映一下，你们想要看到 Eleven Sports。这很重要，2点 Eleven Sports， 最好去你的系统业者说你想要看 Eleven Sports。感谢，对，是吗？一定要锁定 Eleven Sports， 支持我们最努力的女兵。对，辛苦了，小林姐。谢谢。小林姐就是从 Eleven Sports 零开始到现在的规模，都看到了。我见证这一切，因为在台湾做体育频道不容易，可是又想要去看好的赛事。现在23万是看不到，那这个当然我们会体育人士会反映，但还是需要所有的球迷朋友一起去用行动。对，所以你们想要看到 Eleven Sports， 如果现在暂时性，如果你没办法解决的话，下载 APP， 免费试看一个月，对吗？没错。2点开始哦，有没有什么要跟球迷讲？没有啊，就先下载 APP。然后也希望这个观众可以用行动来证明说你们是支持 Eleven Sports 的，让业者都知道，那这样我们的主管机关也都知道。辛苦了，谢谢。我大姐啊，为了体育而生的女孩，Eleven Sports 希望大家都支持。笑出来的？没有，因为我想到
开始把我可以做一个 ending 好不好？哦，当然就等会儿你可以看这个比赛，两点的时候这一场经典的赛事，希望大家都支持。那这是我们在彰化梦想家主场带来的经典传承赛，展翼国际为大家来组织的这场比赛，希望大家都能持续的关注。两点娱乐乐视播见 ，See you。